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，就是要帮时下年轻朋友们呢，建立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交友的管道啦。真的是风和日丽，蓝天白云。不要一直强调自己的存在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在讲自然现象、啊。自然现象，好不好？对。那今天我们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小天使，我们的爱情观察员慈妹秀秀子。哎呀，欢迎。哎，那加上呢，因为宇文姐一直在嫌我们两位啦，哈。对呀、啊，说我们两个是大叔啊，说这个老腊肉。他一直想要年轻的胜利军，不好吃，难以下咽。那再加上呢，那个白云哥呢，最近身体有点微恙，摔到了。他一直觉得我们两个，你说老腊肉，对，我认为说你说老皮嫩肉我就算了。你的嫩肉是什么？脂肪肝。所以今天呢，加入了一位胜利军啊，对，掌声欢迎孟贤，掌声欢迎。鲜肉，鲜肉，来，在姐姐旁边。哎呦，孟贤会唱歌，对不对？亲爱的观众朋友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全球巨星陈孟贤呐。哎呀，等一下，你在孔刘的面前说你是全球巨星，而且一般很少在讲全球巨星，一般是在讲国际巨星。哦，对，是哪一颗球？对，它发源于小琉球。啊，哎。全小琉球就只有我这个明星，所以我叫全球巨星。巨星啦！啊，你这个台湾孔刘，你跟人家说国际，那韩国那个孔刘干嘛？分属于不同的，因为我这边是台湾分公司。哦，是你分公司，他那边是主公司。对，不太一样啦，好不好？那孟贤的功用是主要来陪我的吗？陪你的，不是吗？不是，他是把我们的整个年龄层，整个从主持群降低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们俩年龄层不一样。没有，本来平均年龄68岁。他来以后变32岁了，对，都平均好了，平均好了，好不好？那到底今天来交朋友的会是谁呢？掌声欢迎我们的女主角出场。哇，哎，里面呢有新朋友，也有我们的老朋友呢。老朋友，怡婷是一来就一世成主顾。对啊，他一开始是小天使哎。对。吼嘿吼嘿，恋爱上线中那个嘛。对。那可是他看到以后心痒难耐，自己寥落去了。对，他就觉得，哎，你们这些女主角到底会不会挑这些男主角？是，我自己来。对，那可是我跟你讲，三位真的要在此发誓啦，不是今天单身哦。已经单身非常长的一段有一段时间了，对，真的哈，真的单身了，真的5年了，真的吗？五年了，确定哦，因为刚刚有的人不敢看我们这边，哇，你就像那个老师问说会不会，他头一直低的，哎，等一下，是怡婷，你应该多久？几个月？几个月没有了，几个月就大概几。几年是几年啊？所以刚才星辰你是5年了，对啊，要5年。我只能说这个蜘蛛精太厉害。蜘蛛精，刚是不是就说白云哥的麦关掉，不然剪接师又很忙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子萱呢？是3个月不能讲还是？没有。什么3个月不能讲啊？分手3个月不能讲。啊，太快了。反正三位女角确定都是单身的，都单身了。是。今天都是期待来交到真正的好的异性朋友。没有错。那我们今天也是精挑细选的6位啦，好不好？好期待哦。那六位呢，也是我们何妈妈已经鉴赏过的，真的。你想要说试用？没有。我都是抱持着挑女婿，妈妈会帮你们看好，绝对不会用。对啦，对啦。妈妈，看到一个自己喜欢的，还加强说，我绝对不会用。对啊，自己女儿的，自己还要先用吗？不可能吧。他们都很年轻，不是我的 target 啦。啊，对啊，是你啦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了，跟报纸作用先不要再讲了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欢迎我们的男主角出场。你是谁做鸭子被戏哦？站在我们全球巨星旁边，你看，我整个要让李浩讲。我们每一次的，我觉得我们每一次男主角都有几个特色，就是高矮胖瘦、环肥燕瘦，然后各种。对，你说我们第一集的有胖我就算了，好不好？你这一集的哪一个胖？哦，第二，对不对？搞得好像我也是男主角群哎。所以他们这次都是壮的，这次没有像。
冲汗一样有虚。不要太吉他了。好，但那因为我们刚刚啊，白云哥有提到啦，我们来到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、啊，对对对，全台首屈一指的游乐园区啊，是的，这边有度假休闲的功能，哎、那也有那个游乐园，还有水乐园，还有 mall， 一期二期随便你逛，哇，真的真配，应有尽有，很难得有一个乐园可以搞定小朋友，可以搞定另一半的，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没有错，难怪小梁时常会来这边，对对对，这边好像我们家厨房一样，对，就是我们的台中力宝乐园、啊，是的。我们要欢迎呢全台湾最美的发言人，我们的妹姐进场、哦，欢迎、哦。妹姐，妹姐，你跟小梁哥一起穿情侣装，情侣装，我们这一集都一起耶，好感动哦。旁边那个大假的芋头，我们也可以代言，给芋头啊，都是太棒了，欢迎大家，还有我们的男主角们、女主角们，还有我们的主持群，大家来到力宝乐园度假区，全台湾呢最大最好玩，吃喝玩乐买买买，住住住，我们最好玩这个季节当然就是马拉湾，那是全台湾最棒最好玩，欢迎大家呢玩水，然后呢搭摩天轮，同时呢住饭店，这是最好的约会地方哦。掌声谢谢我们妹姐。好，那这个人马也都齐备啦，对不对？马上要进行我们的男子排位赛，前进我们的马拉湾。趁着摄影组现在在准备的时候，我们先来问问看女主角对看到男主角们的第一印象。子萱，你是第一次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第一次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六位男主角嘛。啊。然后你有看到哪一位男主角是你第一眼看到就会怦然心动的？我有一个，我因为看到他的穿搭，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我喜欢的风格的样子，是 Chris。对 ，Chris。我觉得我都还在观察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看感觉的人，很看感觉、哦。对，所以我比较要靠相处，要靠相处。对，但是我就是比较有兴趣的应该是 Chris。啊，可是怎么有人选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说刚刚没有人选到 Chris， 第一印象应该是那个 Chris。什么？走了吗？没有啊，但还有另外一个的，我觉得还在观察。还有另外一个是谁？对，另外一个是高兴。高兴，高兴是高的那个，对，就是最高的那一个。那我知道现在你中意的是谁了，好不好？那先摆在心里，因为一切都是要等游戏开始进行，才会有更深的感触。OK， 好 ，OK。好、oh, ，马上进行的是男子排位赛啦。是的，单元名称是腕力大爆发。怎么玩？这个游戏的规则是，我们呢邀请到六位力宝猛男呢， yeah. 直接挑选我们六位男主角，这个一对一，一对一，嘿，看秒数，阿丘吧，谁速度呢很快被扣到呢，那你就是会最后一名的。哦、oh, ，比秒数的啦，对啦，但是量力而为啦，因为是友谊赛嘛，对不 对, 对？那到底刚刚有讲六位力宝猛男到底身形如何？欢迎力宝猛男，欢迎各位，来来来来。我们是力宝猛男啊，不是力宝讨债团啊。很棒啊，有的也是健身教练来的啦，哈。哦，厉害，这看得出来。对对，那最后一位本来是在办公室啊，因为少一位他就过来了，大概是这样。他是属于跳趴的。他刚刚是哎，是重力摔吗？重力摔，重力摔。他学董哥，但是学的不是很像。哦 ，OK， 啊，就是这六位啦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就直接开始，开始嘿。然后呢，来，我请问一下，我们的队长，你第一位会派谁出来来选？第一位是他。哦，哎，什么经历讲一下？经历，说经历吗？哎，什么体专的还是什么，就直接给他讲出来。都没有。但是在我们 OK， 您要选择的是明翰，明翰，明翰了。哦哦，你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不好意思，你真的选到麦龙演的。明翰，脱掉。让你看一下明翰的实力，不好意思。对对对，雕塑啊，穿衣服看不出来这么壮。哎，这个背肌，喂，那个夹进去就痛了。对呀。啊，阿卡西脱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选错人？
没有，我意志坚决，意志坚决。来，请就位。他是职业健身教练，对，我就是他的学生。你应该知道他教的有多失败。准备好了吗？来。来，不好意思，我报一下秒数，1秒66。真想不露哎，快点出脚，我看到哎。第一回合我们男模会馆获胜，对，明翰获胜，好不好？来，下一位，来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不能再难看下去了。第二棒好了。第二棒，哦，哎，哇，哎，怎么称呼？有什么学经历可以报出来？没有关系，有。水电经历啊，就是拉线那样。哦，这个厉害，水电工。以前有个做水电工的阿贤，非常有名吗？知道要。知道哈。希望你能跟他一样，加油，好不好？你要选择的是红色衬衫。红色衬衫这一位，进，请进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手在抖。听哨音哦。不好意思，跟你报告一下，我大哥有点不高兴了。水电偷东西要弄用油的啦，没有。你好。对，啊，秒数是4秒28。也很厉害。好，尽力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下一位。哎，下一位。我们力保不能再输。下一位，哎，不能再输了。哎，我大哥自己要出来了吧？对不对？我的时间，兄弟，大哥，你起码要赢一场回来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气势，我们不能输啊，不能输 ，OK 啦，不能输 ，Chris OK 啦，哦，我大哥的学经历不用报了，自己去警察局查。来，起来，好来，友谊赛哦，友谊赛哦，来听哨音，来。不好意思，对了，啊，大哥秒数可能会比较长，但是他刚有点在玩他，对，哦，有一点，啊，他的秒数是6秒10，可以了，6秒10，那下面要派出的是哪位？他先，你觉得你可以压轴吗？你要选择的是。永泰，不好意思，之前怎么样报给他听？经历，没问题。我要脱吗？还是不用？他要脱。他之前打棒球的啦。对。哇哟，算是棒球国手里面皮肤算白的啦。对。日本那个少年棒球最高的原地就是甲子园啊，对，甲子园，他没有去过。来了，哎，永泰这个身材，听哨音。哇！脸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骄傲？啊，1秒18，1秒18都不及。啊，你有想过他的心情吗？没有，其实如果以你哈这种感觉哈，比较不意外啦。你哦，你那个6秒多，你真的是轻敌了。再来一次吗？再来一次，身体有那么好吗？再来一次，没有。但是我要讲，有一些男生平常看起来很温柔，但是有时候在某些动作下面，他会变得很猛哦。很棒，很有侵略性，爆发力。对，下一位，加油的，很近吗？高兴。还有两位，把你的名字报出来。我。还有谁？我吗？腾进，腾进，我也要选兄弟。好，来，请就位。来，听哨音。加油！下次我们跟他比跳高。不好意思，秒数，时间是
4.41秒。哦，哇，那也算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哎，现在综合起来，我们男主角你说怎么样？很厉害，很快，快，你被人家。哦，他说你很哦，他很快，谁很快？来，很快。哦 ，OK，OK。男主角蛮厉害的，现在。对对，那最后一位力宝乐园的猛男。还有需要进行下去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还是要继续，还是要要进行下去。啊，这哦，好高兴啊，真高兴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挑这个挑到高兴，先别高兴的太早啊。哎，谁不高兴了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就看谁不高兴哦。好，来来来，来请就位，来来来请就位。好，要这样啊，来，小梁都是很绿的，准备喽，桌子爆掉，停哨音。哎呀，谁说他是来擦擦的？哎呀哎呀哎呀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谁刚刚谁说他是来擦擦的？哎，没有，我们尽量没有说这样啊。文书组的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也是文，你是文书组的。对。而且他还要，他文书组里面只有倒垃圾而已哦，这厉害了吧？来来来，他的秒数呢是11秒72。好，里面最久的，哎，算久的，哎，你看看，好，高兴先下去，厉害厉害，好烦。好，那最后我们要来公布成绩啦。你说你会选怡婷？我在想啊，如果第一名的选怡婷的话，我会选星辰。好了，那我们刚账面上的成绩是，这边赢了4round，对，那我们大哥这边只赢了2round，对对对。大哥没关系啦，再加强训练。对了对了，再次谢谢我们力宝猛男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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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往那边啊，哎，你看。一张桌子5个人来踩了，对对对，你这样怎么赢嘛？真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看起来我们今天男主角实力蛮坚强，坚强的。瘦归瘦，但是力量哦，那内力很大，厉害啦！哦，有的真的，我刚刚在导游跨没出来，哎，全部跨没出来。那我们要不要宣布一下，我们今天？哎，何妈妈，请宣布，今天第一名永泰。谢谢。怎么可能？哎，永泰要先选一次。对，请选择。那我选一定。怡婷来，请就位。过来，站在后面，后面。对对对。来来来，选你心仪的女主角。哎，第二名明翰。明翰选哪位？我选星辰。星辰，请就位。星辰站在后面，好来。对对对。啊，女生不愿意，等下再说了哈。来，第三位是。信。厉害。你要选谁？他站在中间了。哎，你是来买，你是来那边逛街的吗？我们在录影哎。忘记了，忘记你要选吧。哎，你要选择的是，就只有子萱而已啊。来来来来，我怕他选到你啊，我替他担心啊。那后面的算是后段班呐，哎，后段班呐、啊，那可能要跟我们的小天使做一个组合啦。对，跟小天使搭配的时候也很重要，因为小天使会负责观察你们的一举一动。来，第四名是恒静啊，来来第恒静，你选谁？我选吗？哎，选一个，那慈妹。姊妹，哦，来来来，过去那边，往这边，往这边了。好，第五名是 Chris， 你要选的应该就是秀秀子了吧？是，高兴，高兴，因为我们只有哈，全部这边想，哎，所以呢，你都可以直接搭车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淘汰了，这个排位赛都进不了，我们还让他留下来干嘛？对，哎，说的也是，对不对？其实这边接驳车蛮方便的。好了，哎，我们要选一个人跟他。对了，给高兴一下，等下高兴一下嘛。啊，梦贤，梦贤，你就跟高兴配一对吧。哎，你们节目不是男女配对，什么时候还有男配对？没关系啊，啊，你等下换个服装，戴个假发 ，OK 啦，来配一下。你也时常在扮女装啊。哎，觉得我可以吗？可以啦，好不好？哦，那没办法，那边后面呢，这有点乱点鸳鸯谱啦，那我就勉强了啦。哦，好，那我们配对完成，我们要接下来我们的游戏竞赛啦，那就是爱你呀。哇，我们现在马拉湾的司马湖啦，那游戏规则怎么进行？哎，这个单元叫就是爱你啊。好，我们给这个第一次来的妹子。被你忘记就说忘记，不是连男的连妹子的名字他都讲不出来。你是酒店消费，要叫对小姐啊，有妹子妹，然后秀秀
秀子整个前面两个加起来叫妹子啊，哎，是这样好不好？哎，按我们这个单元的规则，我们这个单元呢是第一名跟最后一名人要 PK， 哎呦，哦呦，然后他们往两呢要从溜滑梯溜下来，到我们的 A 区去拿我们的小鸭鸭，哦，要吊起小鸭鸭，钩子两个人力啊。啊，那拿到这个篮子来放着，放我们的鸭子。那我们限时3分钟，钓最多小鸭鸭的人获胜。好，很简单。还有，如果平手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决战，先把最后一只小鸭鸭抢回来。哦，最后一乱了哈。那赢了有什么奖品呢？哎，赢了第一名呢，我们有1000元的爱情加菜金。然后第二名呢，有800元的爱情加菜金。哇。第三名呢，就有600元的爱情加。加菜金，白银哥，你看我都记得很熟哦。OK， 而且这些加菜金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够用的啦，都可以使用。因为一杯红茶要多少钱嘛？750块而已啊。啊，这么快？你在下面点。没有立法会员，开玩笑啦。心理值很高啦，可以吃很饱。700块。1000块，弄几个人，两个人吃得很开心的啦，吃得饱啦，很开心的啦。你喂我喂你，两个浓情蜜意啊，太开心了。那所以我们第一名跟第六名现在已经就位在那里了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听哨音啦，限时3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哦，不是永泰哦，那个是孟贤呐、啊。孟贤呐、啊，孟贤你在遛狗哦。我这个视力不好，还没有办法。因为对他那他里面那个洞小小的、啊，要勾起来不简单啊。像白云哥这种视网膜病变的，应该没有办法玩。我是老花眼，越远看白内障，越远看得越清楚。勾到了。快，哎，我们在计时的哦，在计时的哦，弄手可以把它弄下来啊，可以用手，对，赶快去，对啊，不要忘记手的妙用哦。时间已经过了1分钟，刚好这跟他们身高有关，手弄下来，手把它拔下来，对，来下面，玩的差了一只鸭，差一只。那这个鸭要怎么样子才比较好钓呢？就是鸭是你管的，不，你放一只鱼做一个，它自己会咬。它啊，把它咬起来。哎，飞上了！哇！哎，加油！小心！哎，来，下一位。还是差一只的感觉。哎！干扰也可以，干扰也可以，对。好，来了！哇！赶快放进去，还有多久的时间？好，来，时间过了2分钟，哦，还剩下1分钟啦，剩1分钟，永泰要加油了，不要太 gentleman 哦，加油！哎，永泰是属于壮又有肉的那种，哎，跟白银哥你是一样的身形，对，这个身形是跟我一样，就是我最喜欢那种肉感。我了解，哎，还是差一只哎。快点！来，永泰，加油！孟贤，你待会去拔永泰裤子啦，影响他。对，来，干什么啦？时间还有30秒。刚永泰回头说可以。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那个救生员说不许避，犯规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，掉了不算，掉了不算。一，时间到。刚刚我们看到，其实孟贤玩游戏小动作蛮多的，很多啦，但是可爱的哦。对。相对之下，永泰跟怡婷就算是真心真意，太温柔了。那我们先看高兴这一边，高兴这。五只，他们永泰跟怡婷的是六只，就差一只而已啊！因为最后他们掉了。对啊，哎呦！哎，制作单位啊，那个洞也太小了吧？啊，那个太小了，我不习惯了。啊，没办法，就新来的啊。哎，孟贤是有吃到你的口水是不是？孟贤他就是这么的接地气哦，是 OK 的。对，如果那个重大游戏就太简单了，
你们两个要加油咯，加油。刚刚第六名，现在这一拖又输了，要加油，要加油，好不好？那你们那个多一支暂时领先，暂时领先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下面一组，哦，接下来我们要第二一组啦，对，第二组就是刚刚第二名跟第五名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哎，听哨音哦，准备好了吗？计时开始，冲啊冲啊冲啊！快点快点，消消子，消消子！哎呦，哇哎，你看他们一路都有扶着女主角哦。啊，扶的目的是帮忙还是想摸呢？没有，帮忙帮忙是帮，因为你就不能把每个人都想成白云哥嘛。你在讲什么？有了，因为水上面有阻力要扶着啊。OK， 拿起来了，快快快快快 ！OK， 加油加油！关键身是没有什么用的哦。加油！哇塞，哎，不得说教练的背肌那个整个背影好帅哦，是不是？这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实际操作非常的非常难，因为您的洞很小，你要把它勾进去。哎，教练，教练，你可不可以正面面对我们？对对对，我们在录影。对对，太不好意思。教练觉得他背部比较好看呐，快点快点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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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火药味来了！严禁隔壁的男女调情啊！哇哎，秀秀子那边的小鸭都飞走了呢！快点快点！隔壁没有鸭，就差这一个，就差这一段，我跟你讲，来了，教练有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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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的比较远啦，他们好啊，干嘛？哎呦，好像后来居上的感觉哦！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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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，快点回去，回他，回他，回他！哎呦，哎，这感觉就有像在比赛嘛！刚才那两组在干嘛？对啊，刚那两组很慢。在谈恋爱啊？对啊，示范示范，我们先帮他们热身。哎呦，还自己去把鸭子抓到那个游泳圈里面啊！哎，呼啦圈里面，可以捞捞对面。哎，捞他们的，捞他们的。好了，倒数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比时间到。干什么东西？祖传的鸭子竟然会回到这边来，怎么搞的？好，那这只有算吗？不算。好，来来，我来数，好，我来数。来，把抓出来，一个一个数啊。也要抓出来啦。两、一、二、三、六。六。教练这一组是六只。哦。那那边就已经六只了，后面再多几只？三只。九只。哎，不，不是啦，二、四、六、九只。九只。你刚刚是在看鸭子还是在看姊妹？我说我看姊妹，抱歉。哦，九比六，恭喜啊！秀秀子是秀秀子这一组获胜哎！没想到我的教练除了有失败的案例，还有失败的人生。有时候肌肉太多不好弯腰啊。对。肌肉真的没什么用啊！对对对对对，热尾鱼肚就可以了，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进行第三组喽！哎，好，来九位啦，好不好？哦，那这一组哎，因为他们的名次算是比较接近的嘛。他们的鸭子是哪种？纯粹就是工作人员不想再捡。对，因为那个水流太大了，工作人员也觉得受够了。对，反正你们要自己喜欢哪一只，你们就再钓上来吧。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。准备好了吗？真的哨音来了，准备好了，计时开始。跑啊跑啊！对啊，我其实不懂他们怎么会有散步感。真的。哎呀，慈妹 OK 的，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妹，你跳过来的时候，小梁哥的眼睛。对，尽量不要讲这个，尽量不要讲。对，经理，因为我是站在一烈阳下，我也在艳阳下啊。嗯，我哎，这哎，子萱才几岁？他几岁？二十。二十，我也是这么大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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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里面只有我生不出来而已，你还有谁生不出来？好嘞，时间过了一分钟，好笑吗？蛮有趣的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场面好大哦！快快快快
鸭子呢？你看，他们两个还不同心啊。对呀、啊。他要掉这边，他要掉那边。刚才那个男主角机器也是把他逼掉，逼到墙角。哦，姊妹把拍掉啊！哎，姊妹看起来很。会顺着水流走。鸭子一直在转圈圈啊！啊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，刚刚好。时间剩下一分钟，加油加油！哎，师妹其实蛮猛，很猛啊！哎，另外一组落后太多哦。师妹她这种个性就是小辣椒啊。哎，你们那个圈圈要不要往下拉一点？绳子往下拉比较稳呐。走，哎，那组很直板的。对呀。哎，那个叫锅椅啊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哎，你们其实绳子可以往下拉。哎，对啊对啊。对了，因为你们现在往下拉，拼不上他们的啦，赶快。而且他们一直在散步哎。对。他们是真的来来这边玩的呢哈。哦。来了，倒数。好。倒数十秒。十秒。十。九。哎，还有可能有一乱哦。时间到，来！你们刚才这两个男生为什么把两个女生推到那个墙角？有什么邪念？没有。刚说好不脱脸的，他还脱我。啊？对呀。喂，师妹，师妹，这个感觉很好嘞。哦，不脱脸的还脱脸，那就这样哎。很凶哦，这个列入，我帮你拨回去。对对对，列入和妈妈时间哦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请就位就位。来，我们这边这一组。来，先看这边，姊妹的。姊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六、六只。来，来。啊，紫萱只有四只而已啊，那这差远了嘛，对不对？比我们第一组的还要差呢，还要差、啊，真的。这个恭喜姊妹这组获胜。那我们来公布我们爱的小鸭鸭，第一名是谁？第一名是寿江的这组哎。哦，哎，九只。九只可以获得1000元的加菜金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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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。哎，待会可以拿去吃了，你先不要来，他给他掉到水里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吃掉了，他就重量会加重，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来来，第二名是哦，同灯同灯同灯啊，哦，都六颗，哎，都六只。好，来，永泰跟恒庆这一组，恒庆这一组800元，800元，恭喜你们，恭喜，谢谢，恭喜，800元。来来，还有一组，还有一组。哎 ，OK， 记住你们现在是不是拿的？他们在高兴什么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在录影。不是，哎，啊，你知道，你们有1000块跟800块的哦。对，记住，待会呢，我们那个单元他们要去吃吃喝喝嘛。啊，对对对，他们有可以浪漫的这个点心时间啦。一定要把钱全部花完。哦。对。而且你们边吃的时候可以边聊天，边增加你们互动、了解彼此的机会，这很重要啦。哎，那经过一般的激烈的竞赛啦，当然他们有一些甜蜜浪漫的时光啦，好不好？就把时间留给他们，哎，给他们年轻人。那你刚刚这样一轮下来啊，然后你也看到了女生的表现嘛，对。那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对可能哪个女生比较印象深刻啊？我觉得应该怡婷吧。怡婷，对啊。你看到她什么样的特质比较喜欢？就是她玩的时候很尽兴，但玩完之后，我就觉得。静下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状态，反差有点大，对对对，就是有点引起我的注意这样子，对对对对。那我能先知道你心仪的对象吗？哎，害羞。星辰。不，你对星辰有兴趣？怎么说？因为我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比较娇小可爱的，嗯，对，然后他看起来就是小小可爱，然后也蛮活泼的。喜欢活泼类型的是吗？然后他的活泼比较，
比较阳光一点，对。啊，所以你喜欢有趣、活泼、娇小、可爱。对。好。就你对外形上有什么？外形？对，就比如说有些人是长发控、短发控，就是女朋友一定要是长头发这样。我喜欢短发。哦，你喜欢短发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没有没有，我真的。我其实我那个第一天来这边，有一点对你意见重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看你的。那第一印象是吗？第一印象很亲切。因为我们在车上故意问你，哎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中文有点看不懂。所以你是故意的，他跳路，他问我说，哎，怎么看不懂？这种不是故意，真的看不懂，不是看不懂。但我那时候实在看不懂，所以问大家，结果你很主动的帮我翻译，所以我就觉得很。又到了大家最期待的爱的迫降的单元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欢迎我们这个单元最重要的降落伞大使白云哥。谢谢。今天呢，来到爱的迫降这个单元呢，今天单元到此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不是希望你出来，我们希望的是你要有东西掉下来。OK 的。那个爱的迫降呢，当然就是降落伞这个东西啦。对，这个单元呢，里面有六个，对不对？我待会丢下去呢之后呢，你们接到有任何的指令，这一关呢就是考验大家的反应能力，跟你们对真爱的那种热忱，了解吗？其实呢，很多女生女主角呢在选择就是男主角的时候，都是看这一个关卡的，因为这个关卡你可以展现你的幽默风趣跟勇敢。就是很多本来要被淘汰的，就是因为在这个关卡捡到了降落伞，照指令去做之后，哇塞，中哎，逗得女主角笑呵呵。本来对你没有感觉，哇塞，你一逗笑之后，他就决定把你留下来。这一关很重要，待会伞要抢下哦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所以宇文姐讲的这句话就是以这个彩衣娱亲的这个概念就对了啦。彩衣娱亲是娱乐我，娱乐丈母娘才是娱乐我，好不好 ？OK 啦，来了，那现在我要开始了，丢一个，小心人身安全了哈。好，好，一次丢一个，黄色，先不要开哦。先不要开，先不要开。有时候是奥炮，奥炮。蓝色，蓝色。好，飘了，飞了，飘。哎呀，每个人都有，只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而已，好不好？我看提早抢到并不是好事啦。对啊，后面才是四个。来来，爱的迫降，降降降降降降。你看，不要跳嘛，不要跳嘛，跳太早了，不要跳啦。再来是，对，不要跳啊！你要双丢对不对？你要双丢的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可恶！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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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们每一次最高的都没什么用哎。对，好像这个单元最高的不一定拿得到。都没有，但是有一个最高的，是不是腰很硬？对啊，对啊。来。要抢哦！就只剩下你吗？他还抢什么抢？而且他刚好拿到绿色，绿色。好了，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降落伞，把你的纸条。谢白云哥。哎，我们不要谢谢他，对不对？谢白云哥。不客气，祝福你们，六个里面有四个幸运者。好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给观众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到底哪几个是有指令的，可以跟女主角表白？一。二啊，还没看呢。三，打开来。正常应该有吧。明谢惠顾。明谢惠顾。我明谢惠顾了。好，这两个过来，永泰你靠近。然后这四个都是有的。哦，我有。好，打开来给镜头看一下。哇。好，现在我们有四位男主角有指定的任务喽，所以待会要去跟女主角完成我们的恋爱任务，希望你们可以虏获女主角的芳心。OK。好。这个有一点难度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就静静等待呢，他们呢会有给我们什么惊喜啦？好期待哦！而且他进来也不知道会老点哪一位，到底他们是什么任务啊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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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不知道谁抽到谁没有抽到。
希望你们心目中想到的那个会来。投降，投降，来啊！哇！没事。派给雕，派给雕。我想要对我心仪的女生，然后完成我的任务，然后我想邀请怡婷。好。哎哎，这是干嘛？这是干什么？啊！自由式，再游泳，再游泳。他怎么了？啊！还换姿势？要不要救他？快仰视！仰视！啊！哇！不好意思，要到了。想必最后一个一定是别室啦。别室吗？地堡乐园的地板都干净了哎。为什么我就算游到你的面前？我还是游不到你的心。啊，基本上这上面讲演啊。这段演很大哈。他说为什么我都游到你前面，还是游不到你的心？对，他说他游不到我的心。他应该不要疑问句，他应该是说，我游到你的面前，但是我希望游进你的心。中了嘛，对不对？小梁哥果然好老练哦，他不应该用疑问句嘛，对不对？你叫我趴在那里，还是我选小梁哥？也没有，也不是，也没有没有，对不对？这样，不，刚那一段什么感觉？还蛮可爱的，可爱啊，哎，起码他很真诚、很认真的在做啊。他整个脸涨红哎，有重点，重点心，有还蛮可爱的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加分哦，加分哦。哎，那我要回去。好，哎，怎么？你有星辰，星辰，星辰，还以为是礼品，好像来点菜一样。对啊，藤井是吗？我觉得是好像在看诊呢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小槟榔。哦，有情绪，有情绪。哎呀！是印度的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？阿里都胖胖啊！说什么？什么？最后一句什么？阿里都胖胖啊！阿里都胖胖啊！知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？阿里都胖胖啊！有中吗？我觉得他蛮可爱的。哦。就是他刚在跳舞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他很认真。喜欢嘛哈，因为有点手足无措，就表示喜欢。刚踹的那一下，脸都红了哎，整个脸都红了。很久没看到这一出了哈。热了。是，星辰放在心中，慢慢回味。都红了。来，哎呦，这个第三位来了。星辰。再次连续被点名，坐下。老点。在啊！我就是幼稚，才会喜欢你这么久。刚刚那是挑衅吗？他是在前面比爱心吗？比爱心？他是勾一下？勾一下吗？啊？他是勾爱心？是爱心。比心比心。哦，就是他就是这么幼稚，才会喜欢上你啦。因为他还有一点。哦，有在啊，有接收到啦。哦，那跟刚才那个比起来，你比较喜欢哪个？刚刚那个让我比较紧张。哦，这个反而还好。哇 ，OK 吗？小天使 OK 吗？小天使坐在这里没什么感觉。啊？你这哎，你算摇滚区嘞？粉红泡泡而已啊。哦，对呀。第一个比较有感觉一点。啊，第一个游泳那个。游泳。不是跳舞。跳舞。跳舞。哎，什么？钱包掉了在？干扭到一下。啊，扭到一下。扭到脚。扭到脚。我要找怡婷。哇。这样，他好大声哦！不错，不需要这样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说我错了吗？
你怎么不知道？就是你让我很不知所措。这是什么土味情话？很开心、啊。这什么就土味情话，是不是？有动吗？我蛮喜欢这种很白痴的。的感觉啊啊，真的、哦！你会不会觉得他打太小力了？有一点，再大力点，回来，再回来。啊，跟上一个比呢？這個、我觉得两个都差不多，我觉得两个都差不多。差不多哦，他还蛮保留的嘛。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就心跳很快、欸。哎、欸、可是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刚刚22了哦。那没有，我看戏的，子萱，不然来给你点台。哎、欸、那别安怎？怎么办？啊？子萱，哎、欸，阿哥有人给了，没有啊？啊？就这样。那我选小梁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翔哥有说要吗？不是你选我 OK 啦，只是说在刚刚因为四个已经表演完了嘛，剩两个啊，其实起码被刷戏啊呢，怎么办、嗯、啊？天哪！怎么办？啊、嗯！你今天连转台机会都没呢。哎呀、啊，我听不懂台语。没关系。是他们不长眼，对不 对啊？不要下去之后找我要 IG 哦。哦没有，说不定他们四个没有选你，你今天第一晚上要淘汰的第一票就投了其中四个人，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关系啦，因为另外两位呢都放在心里啦哈。那这一段呢，晚上呢就大家在讨论的时候，看谁去谁留，还可以放在心里，然后把它说出来。那我们小天使也在旁边观察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可以给点意见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先恭喜两位喽，好不好？我爱情冲冲冲！是的，那我们这个游戏规则你有背吗？啊，这个游戏规则不用背，这我会非常理解啊、哦！真的吗？最主要的，你怎么突然向上了？不是，你不再沉沦了？因为忽然后面旁边没有小天使，也没有那个什么梦贤在啊、哦，我没有人靠自己啊、哦，没有人 cover 你。对，我全靠我自己。是，那这一段的游戏是这样，最主要了。是，我们呢两队呢一组呢一曲。两个 PK， 先翻牌，翻牌之后呢？是这样吗？你可以去选择啊，哎，对，随便你要不要选这一张。但是如果你要记住哦，选好的时候直接去了之后，玩完的时候回来再选第二张。哦。这些设施玩完之后回到这边来，就是胜利的那一组。而且节目是有奖惩的，奖励的话呢，我们是这个摩天轮。有三组是在摩天轮上面开开心心的，但是我们有惩罚了。惩罚是？惩罚就是断轨列车。最恐怖的，哎呦，这是力宝乐园最刺激的一项设施啊！哇塞，这个玩过以后，对，回不去了，回不去。我说他的魂回不去了。五年前我就玩过一次，我一个魂还在停在上面，是不是？还没回来。没啦，所以今天回来就是把那个魂再抓回来。没啦，没啦。我们大家还是要抱持着信心，现在有七个游戏在宇文姐的手里啦，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我第一个展示的就是很恐怖的异次元风暴。Oh my god， 那就是一直转到你，就是最好今天不要吃饭。这个超晕。第二个时空飞侠，时空飞侠，两颗星而已啦。这个感觉像飞椅啦。哦。第三个啊，采矿列车是我女儿最喜欢的。明明是飞车，为什么你说列车？跟列车一样。哎呦，哎呦，他还会指证人家，哎呦。这个不会很恐怖，这个我可以做，这我可以做好。音速回旋，哎呦，这感觉是什么？顾名思义，就一直让你回旋，回旋。他为什么都选让我们想吐的？对啊，旋转木马，啊，这个就是谈恋爱的。花园小楼，这张就先不要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拿来。他那个可以调高速度，一分钟6000转，你受得了吗？你受得了1分钟6000转？受不了。哦，生气的嘛。花园小周应该也很。干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个也拿来玩。没有，当总拥有浪漫的时候。哦。对呀，你不要每个都这么精巧。这个也6000转嘛。没有，不行。他这后面马力的，这5000匹马力。哦，直接开到台中港。台中港。直接开到台中港。直接坐桶子到厦门了。
好不好？好，还有一个最恐怖的，好不好？这个要海盗船的虎克，海盗船的一个概念，探险虎克，好不好？只有两个，好，七个游戏，好不好？是的，那因为我们这个男女呢也配对呢，我们也重新分组啦，是的，好不好？那不要以免说，哎，好像我都没有跟他互动到、接触到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都分别，第一批就在这边啦。那现在就要来抽牌了，谁先来抽呢？那我抽我们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阿哥，我们先。那我先摆喽。这样。一二三，都行，好。师妹先选，来，这边是一啦，哎，那边是七啦。きますか？都几？七番，那第七个，你确定？第七个？确定。师妹，你 O 不 OK 这个？我自认选牌很烂，所以我就想说交给他。你选一个。如果是我，会想选三。好，那我们不一致评了。那真是很烂。没有啊，那就是看最后你们要选哪一个嘛。好，其实我们已经提示再三了啦。对了，那他还是一直执迷不悟，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恭喜你们今天要玩时空飞侠，大佬。这是你们的嘛，对不对？一到六选一张，是，给你选。三啦。三一定是轻松的啦。哎，真的吗？最好的哦。好，那好，三。哦，我真的是。你跟慈尔那个衰脸，对啊。还有再选一个，你选一个，你哦，你比如说选三嘛，一个五嘛。五。来，三跟五是不是？好，抉择了。五。你的答案就是五，对不对？对。恭喜。一速回旋，还行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三颗星呢。要不要给他们一个残念？那三也很烂呐，三很烂。给他们看一下，反正给他看一下。好，烂掉了，来，恭喜你们，来，有吗？真的会恨死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被我们洗脑。两队准备要出发了，那边有，对。哦，那白云哥会计时啦，听哨音。计时开始，我们要找那个时空飞翔。时空飞翔，好，是往这边吗？好，奇迹回，我不知道，突然忘记，瞬间忘记耶！我现在觉得我快吐了。半天下来，啊，有特别心仪的对象吗？有。哪个啊？一廷，又一廷吗？其实我还在观察，啊，对，因为我还没有跟池袋蕾有互动，对，所以我都想要互动之后再决定。对，好，这个，那我先。真的好可怕哦！哎，那个音乐，好像还好，这边还好，上面比较可怕，他给我掐住，越升越高，呜，哇，他好像是，哎，很舒服哎。其实是很凉，很舒服。这两颗星太直了，看等一下还笑不笑得出来。鞋带，等一下。什么鞋带？帮你绑。踩到了，起来，踩到鞋带了。哦，踩到了。没事，可以。OK， Go。好漂亮啊！但我的故乡是便利商店都没有的那种，所以。哦，真的？哇。台中跟仙台很像。我的故乡哦。那那个设施好玩吗？还不错啦，还不错。哦 ，OK 吗？怡婷 OK 吗？胃有点痛而已。他真的，你全身上哎，发白哎，真的这么热，你怎么越来越白了？我很紧张哎。刚刚我们失重了。哦啊，希望你们抽到一个轻松。那太晕了。恋爱就是会让人家晕头转向。真的，这就是恋爱的感觉。那要不要再抽一个？来，再抽一个。几啊？这边一号。七号。请问你要的是？我们还是想要选三号。三号就是这一张。好了，那就哪里跌哪里站起来。哪里跌哪里站起来。你们刚刚惊吓指数几？三。差不多。来，一二三。嘿，有没有？请出发。出发。
轻松的啦。这里这里旋转木马轻松的轻松的遥遥领先。你上次坐旋转木马是什么时候？国高中吧，重点是还是跟我爸妈们一起呢。哎，这这么浪漫，应该是要跟女朋友啊。这里这个，来来，你选第一张，一到七来选。我来选喽，下面第三个这一张。对，好来，小梁。噔噔噔，你们刚刚玩什么？那个。时空飞翔，对，会很晕吗？不会啊，那个才两颗，那还好嘛。那为什么要给自己找刺激呢？不需要嘛。啊、没有，要不然十妹你也选一张，到时候两张选，好吧？可是刚刚已经选了很好的，这一次就会选很烂哎。不会，不会，所以下面那一张，所以这一张吗？来，白云哥，你要这一张？我赌你的运气。我不管来了，就这两张，你们挑一张啦。他说他要赌我的运气。对，啊，就是你要赌这，就是我这一张就对了。对，好，那你确定要选白云哦？白云哥这张啊，确定啊。来，白云哥，请开牌。刚刚永泰选的第一张。没关系的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好了，我好了，对。等。你是个很感觉很看感觉的人。嗯，我蛮看感觉的，而且我超级不仪式感的，就我不会很理性派，就我不会一定要情人节就过情人节。哦，对，就我也没有想要。日常中有些小惊喜就记得起，也蛮好。对，就我觉得日常相处比较重要。对，稳重嘛 ，OK， 稳重稳重。只记了两个字，刚刚讲了那么多，只记了两个字，稳重。一直 Q， 一直乱 Q。完成第四号，再做下拿的动作。哎呦，结束了！哎，结束了！哇！你要玩吗？可以吧？怎么样？刚开心吗？开心，耶、yeah, ！有点小恋爱的感觉，粉红泡泡了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我快不行。哎、欸，太慢太慢，你知道慈妹，人家好像你，我实在是不看好你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很可怕。哎、欸，刚刚那超恐怖的。对。啊，你们玩什么？虎克船长。不怕不怕不怕。你们直接认输了啦。真的假的？不可以，还有啊。飞来。哎，我们结束了。惩罚是抢救地心嘛，那赢的是爱情摩天轮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还是有点想吐。我们换第二组，第二 round 好不好？第二 round。耶！我期待很久了，我真的好替梦贤担心。你替梦贤担心，我替教练担心哎。我最喜欢这一回合了，真的吗？派我跟教练在一起了，真的吗？啊，太棒了！不是不是，哎。孟姐，你现在是配对的吗？配对，配好了，配好了。因为第一回合哦，派那个什么高兴啊，哎呦，弄得我很不高兴。高兴不行啦，那这个教练瓦赫嘞。哎，那就你们先来抽了，好不好？你先来抽第几张啊？中间第五张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中间第五张？啊，没有那么多张啊。就这一张啊，你就第五张就还中间嘞。哦，这张是。对了，第五张啊。才哥，请看。笑。有没有确定要不要改啊？雨云姐，我觉得你在做效果，你一定是骗我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换，我就是要第五张。第一次来耶，第一次不换。这个游戏设施呢，是有一个人的最怕。真的？对，那个人现在脸色发白。哦，真的？那我们3、2、1。这个好玩吗？这个好玩。我这边要小心，真的会吐。不会不会。不会吐我。哎，永泰为什么变那么白啊？他就是因为这个。他脸色发白。哎，他连美白针的钱都省了。那他们这一组已经确定了嘛？对不对？已经确定了，对对。来，下面这一组，高兴，还有星辰这一组啦。对。抽一个，看你们到底高不高兴。好。我们最上面是一，最下面是七。那就最上面的一。哦。好嘞。看一下。我决定很快。怎么了？决定很快，确定吗？确定，都确定了吗？确定，确定了吗？确定。OK 啦，准备好了哈。好来，码表有了哈，计时开始。Go！ 我们刚刚两个在那边私聊的时候，发现我们两个有在一间烧肉店上过班。对，只是我们没有，就是同时，但是都在那个公司上过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就突然聊起来，发现我们是干杯组合。对，干杯的同事。干杯组合。不同分店。不同。
哎呦，教练啊，立马召开班呢。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我们要赢。我要去做摩天轮。我老回家人都没掉啦。那我背你走。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哎呦，我们刚好遇到要出发，然后我们又可以节省一些时间。哎，从哪里？那里吗？那里那里。啊，你嘛走较慢嘞啊！我们要坐哪里啊？坐哪一排？我觉得应该中间就可以了吧？中间中间中间，确定吗？对，如果是我对女朋友的话，她先坐最中间。啊，是男朋友要怎么办？男朋友啊，就最后面好了。最后面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好了，跟你比了，要最后面了啦。要启动。这个音效是有在害怕。哦。我觉得还行。还行，目前还行。还蛮舒服嘞。刚好我们刚刚晒了很久的。现在开始变快了。对，开始变快。开始变快。我死了！我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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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根本还好，还好，因为那是两颗星啊。依然是的，对啊。那看来高兴是很高兴啦。对，换你选，换你选。来，一号到七号，我选七号 ，Lucky Seven。哦 ，Lucky Seven， 我看看有没有 Lucky。确定有没有？怎么了？还好啦，就 OK 啦。反正该不会是虎克船长？确定吗？确定确定，我们就不换了。我们就不换，因为这个至今好像还没有人抽到过嘛。没有人抽到过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应该是好像没有。会不会吐我就不知道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吧。来，好，二三，翻牌。是谁？可以吗？哦，他们两个那么开心，可以，我们很开心。没有，等下子他们去了就知道了哈。Go！ 出发！他们现在才回来。哈哈，我们已经玩完一轮了，你们怎么那么久？我们现在已经要玩第二轮了，对啊，没有作弊，不要理他。被绑架，等一下，给换走。孟贤，对，啊，孟贤穿好好的也是对的。哇，怎么样？体验如何？我光第一回合玩完，我觉得我就要去白云公司报到了。啊，麻烦加一个白云国度公司。好了，快点快点，我要抽第二张。来来来，第几张啊？我这次选三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，老公？三。喂，老公可以吗？三啊。你今天不是女主角了？你这样叫什么叫了？而且我大胆的预言啊，今天其实也不用和妈妈时间，也不用谁是淘汰郎，对啊，因为教练自己会搭车走。对，他说我不玩了。对对对，教练也觉得够了。真的。嘿嘿，小梁哥拜托啊，我们已经落后了。落后快快快快快！就是这个什么异次元风暴。五颗星，五颗星啊，五颗星啊，请出发。嘿，出发。啊，这。Let's go！ 终于到了。哎，刚好来就准备要开始。对，但不知道要等一轮还是二轮。我真的好后悔接这个恋爱上线中的主持。不过还蛮值的。我觉得来一次感觉少十岁的寿命。哎，赶快！应该可以不用扶吧？风景蛮好的，太阳很大。太阳很大。马哥，哎，好像还行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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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星辰跟高兴这一组呢，相处的非常融洽，很好吧，很好。而且呢，不是我们现在是要叫这个梦贤赶快回来吗？现在不用再努力了。对，应该对了，现在在努力也是枉然呐。我走不动了啦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会背你，你背我，你背我，你背我。好好，我等一下背你。一二三，跳，走。啊！在此真的我们要恭喜教练了，真的真的，哎教练，哎厉害厉害，哎他们两个是真感情来的，真的，哎哇，哎天为被地为床啊，直接就来了，你看看，会不会太快啊？我在这里宣布，我今天第一集加入恋爱上仙中的主持群，嘿嘿嘿，啊也是我最后一集加入了。哎呦，怎么会那么来去匆匆呢？你赶时间啦？我感觉你刚玩那个是什么感觉？对，是怎么样？你先，我刚那个海盗船晃完，我的魂都还没有回来。啊，然后一直跑，我要跟他给他串起啊。然后马上又什么异次元晃到哈，我已经三魂七魄都不见了。天哪！哎，那等一下晚一点，你走在路上，人家叫你名字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对，哎，那教练 OK 吗 ？OK， 很 OK。好，你看阳光，这个女主角要记得，这很加分呢。OK， 所以我们赢了吧？哎，恭喜你们！当然了，你有看到你另外一组的队员吗？没有，没有吗？来，掌声，掌声，恭喜他们！耶！我们早就回来了。早回来，你们怎么那么久？你给我搞喷！你们这对男女啊，哈！不好意思，白云哥这边要再次宣布奖惩啊。好的，奖惩呢，我们就看得出来，高兴这一组呢，就是摩天轮啦。哦，爱的啊，爱情摩天轮啦。那那个，你们就是爱的断轨列车。我真的要去断轨，把我的魂接回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好了，好，辛苦辛苦。第三组，哎，来来换第三组。好了，第三一 round 谁先来抽啦？我们先。漂亮。上面是一号，下面七号。我选七号，依照几率选要选七号。几率为什么？是哪来的几率？因为刚刚上面他们是抽最难的啊。好，遇到几率学最难的不会出现在同一个，确定不换哦，我们机会都已经给出来了。好，来，请看，二三，时空飞侠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上面一号，下面六号，请抽一个，四号，来，四号，对，二三四，给白云哥看，我受不了，这我受不了，我抽我接吗？菜菜子，菜菜子，我劝你不要，我劝你换。哇，宇文姐的话到底可不可以听呢？要不要换第几张？好，换哪一张？最后要换吗？啊，最后一张。最后一张。哦，天壤之别。哦，这样好了啦，刚才叫你换是这嘛？你要这张还是这张啦？哈哈啊，当然你决定啦。你先决定。我的那一张哦，你这一张是不是？好了，一二三，哇！差这么多，真的要算的，天差地远。对呀，那两队请就位啦。好的，来，好快一点哦。计时开始，冲！十六号，哦，十六号，我很哪里？哎哎哎，这，十六号，好近哦，轻轻松松的。你要坐外面里面？我帮你拿。你坐，你要坐外面里面，好，我坐里面，那你坐里面。这边是，哎呦，嘿，哎呦呀，自己拉吗？哦，哦，谢谢，扣起来吗？哎，我好久没有玩游乐设施哎。开心吗？哦，我也蛮久没玩的。所以除了星辰以外，有没有想要了解其他的女孩吗？有啊，那个今天子萱，对，想了解一下啦。但另外一个爱的人，我会。没有自信哦，真的哦，真的。那如果你跟你就是心仪的对象来这边，嗯，你会觉得很开心吗？就是这样相处时光，会，这还不错吧？而且慢慢的风景，很凉，断轨，看到断轨，你看他刚刚才说，哦，这个风景，断轨，好笑，好，来，再来，准备喽，还要和妈妈再洗牌喽。你不可能会衰两次的，来，你来。是啊，是哈，应该也不会好两次的吧？不信。
没有了。还有没有别的想法？还有没有别的想法？那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你选那个。三号，自古以来最安全。最安全。嗯。哦。两个表情都一样。没有，不一样。不一样。来，哪一位？谁？就宇文杰这个吗？宇文杰。1、2、3。哇啊！我想再玩一次啊！差点再做一次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不然做太多次为腻了。对啊，不会啦，还好啦，还好吧？那你们就可以往那边走了。好，来，请出发。来，来，来，哇，走，快！不是啊，快一点！我怎么觉得我们比他们慢很多啊？对啊。我们就掰在这个游乐设施。走，我可以跑，我可以跑。走。来这边，这边，来这边，往那边去哦。怎么那么快？小心啊！不是吧？小心啊！你做这个吗？加油啊！没事。你还要等我们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他们第二次来了，哪里有我们在哪里？没关系。我在这边做吗？是这边吗？我就说很久，快点！我不要，快点！哎，来了！是好不好？是。我们已经到了休园时间了，你还要玩啊？什么态度啊？是好不好？就给你试好不好？我们也是懒得跟你在废话，我们也是懒得跟你在废话。OK， 1、2、3，开！等一下要坐那个。不是的，子轩。不一定要听男人的话，请出发。在哪里？哪边啊？如果我们回去输，我们会很丢脸。不行哎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如果他玩旋转木马，怎么可能？我们就完蛋了。我们已经最近的两个设施都被我们抢到了。他也是一样啊，如果他是玩完之后再玩旋转木马，对他会比我们快。我没有想到这个哎。哎，幸好我刚没有吃很多，我会吐胃酸的。其实你看到秀秀子这么开心，你是不是不开心？我吗？可以啦。他开心我就开心。你看到没有？他在勉强，他在勉强，因为我们要惩罚。但是我们现在这样，秀秀子跟俊就这样陌生。我是他们率先到达终点了。恭喜你！另外那组好好，另外那组也是还在旋转呢。啊？全校玩又要犯规聊了半个小时了，宇文杰，对不起，你的脸色怎么了？我应该听你的建议的，啊，哦，就是跟永泰一样嘛，永泰也是有白过嘛，对不对？子轩还 OK 吗？喉咙很痛，你是叫是不是？哦，那我们现在呢？你们刚刚已经玩完了嘛？但是你应该知道，我们这个竞赛已经结束了吧？对，那你们现在在的位置呢？是 runway 好不好 ？OK， 拜托。对，因为那个赢家是站才有资格站在这里。我们现在简单来讲，欢加入，可以出去那边吗？右手边就是断轨列车的行列啊，那左手边就是爱的摩天轮。哎，所以一边是奖励，一边是惩罚。现在呢，接了下来，我们就是进奖惩的了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最清楚了。对，我们直接进奖惩。丢人哦！我叫没惊死啊啦！你们会害怕吗？怕死了！那永泰好好保护一下我们的慈妹啊！我们要一直度过我人生中可怕的一关。好，我会记得你。哎，旁边有一位，你已经赢的人，你还来这边干嘛？我来玩啊，我想玩啊。
哎，其实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机会都让给你，好不好？你不用了，大家一起玩，大家一起做六次，做六次，对，做六次好不好？不要一次就好，一次一次。听说做第一个有跳楼的感觉。限制了，反正就是你喜欢姐姐还是姐姐啊？你是喜欢姐姐的，真的假的？现在有感觉到这是奖励了吗？哦，对，现在有可能是奖励。本来我们下午的时候还想说，哦，还是我们就是也是慢慢来，反正输也没差。对，我喜欢玩那个断轨。我们两个直接讲好讲完，那不然我们就是慢慢来，就直接没关系，直接输好了啦。对，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玩断轨。然后反而觉得这是惩罚。对，对我来说是惩罚，因为我就是所有的游乐设施都玩完，唯独就怕蒙骗人。过了忙碌的一天，又到了温馨但是很残忍的何妈妈时间。残忍何妈妈时间。何妈妈，何妈妈为什么那么漂亮？何妈妈已经洗完头了，爬上去很香。因为妈妈年纪比较大，我要先梳洗干净，才能淘汰女婿。残忍的时候来了啦！哎，今天我们有六位男主角，势必呢要一位让他从力保回去。让他从力保回去呢，其实是非常仁慈的。怡婷，告诉他们第一次在哪里。
第一次在花莲，在花莲的山上，对，山上。第二次呢，在清境的山上，都在山上。这一次力宝在台中哦，算很近了，接驳车很多哦，算很近了。女主角今天有没有对哪一位印象最深的？最深刻一开始是永泰，因为他就是很直球的直接告诉我说你是我的一见钟情的对象，对对，因为我喜欢直球的男生就比较直接一点，对。可是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钓那个小鸭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敌对就泼水，然后把我泼整个都是，他完全没有顾到我，他或许想看你湿的，不是啦，完全没有顾到我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扣分，我就对啊，就扣分，对。我也有跟永泰一起去那个玩游乐设施，永泰蛮幽默的，嗯，对，他蛮好笑的，而且他边走边唱歌，然后很快乐这样子。对啊，對，而且他后来脸发白，不是想吐吗？可是我觉得他超酷的，就他什么事情，他虽然知道他会怕，但他就会说没关系，我们就去大看看这样子。他就是很愿意尝试的那一种。先看看女主角，你们心里面，你先说，你年纪最小，对不对？你心里面有没有觉得你接下来两天再多观察？很近哎！啊！居然！我知道你就是喜欢那条纹西装裤。没有。跟那个蓝不蓝、灰不灰的裤子，还有红色的球鞋。对对对，超古怪的配法。莫兰哎，他想改变他，他喜欢这种古怪的。比他像，对，比他，对，比他像很多，比他像很多。你要保藤健，那你要一定 Chris 跟明翰，他要保 Chris 跟明翰，他要保藤健，那你呢？我本来是想说高信跟藤健，可以。等一下，再近没有人选，就这两个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老板，就这么直接啊？不是啊，选一个啊，不然呢？他们已经有要保的啦，就是他们一定要留下来，他们想要多尝试、多认识的，不是吗？直接投票吗？现在这两个好紧张啊！你们讨论一下。我们小天使能不能？你们就三个投票，然后谁得两票谁就 out， 这最简单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先说决定淘汰的是永泰的，请举手。那因为呢，我们将经过了一番讨论呢，今天呢，女主角们已经做了一个决定，但我一定要讲，这个决定呢，只是我们当下的感觉，但节目赛制就是这样，本来就要淘汰一个嘛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派出谁来讲？我们派出最有经验的好不好？因为在这里最有经验的应该就是你耶。你只是在感情的这条路上自己捧自己讲这样。妈妈你怎么搞的？不是啦，因为怡婷来过了嘛，怡婷很清楚我们的赛制。没有，她只是代为宣达啦。对，那我们就请可爱的小天使怡婷啊。不不，现在是女主角。哦，对对对，今天我们请可爱的女主角怡婷。但是在淘汰之前，我有一些话想说。哎，好。对，就觉得感情这种事情，就是是靠相处跟感觉，就可能是对当下，可能对方很喜欢你，但是你相处过后没有感觉，就是没有感觉，所以可能不是你不好，也就是可能就是只是不适合，说不定当朋友更好。对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今天第一个晚上要淘汰的人是永泰。评审团有原因吗？我们呢其实主要是这样子，就是说永泰是我私下有认识，如果是我本人，我不会淘汰永泰，但是呢他们今天跟他相处的时候，他们觉得永泰比较严肃一点，可能因为对，为什么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平常，因为永泰呢，他以前可能是职棒，他以前是那个棒球员，他对胜负看得很重，他在玩游戏的时候过于认真，他忽略了就是要的幽默感跟那种轻松的两性相处。如果你很在乎比赛当下这个游戏的本身，却忽略了身旁的人，你懂吗？就是永泰玩游戏玩得太认真了，反而没有平常我们在综艺节目看到他的那个轻松感。我们私下跟他相处的时候，你就够追哎。可是他今天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他今天没有平常话很多的感觉。永泰，你有发现到有这样的状况吗？
有。就是我想要赢今天。今天就是想要赢。赢了会有高额奖金。有。你这个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目标，你总有，你他已经要哭了，然后你出来。哎，那你总有一个目标，你是为什么？所以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要提醒大家，很多男人是，你赢了世界，但输了女人又如何？所以，我们就是说，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，输赢不重要，重要是你要虏获我的芳心嘛？对啊。对对对，是这样嘛，是这样嘛，没错没错，对，这样很紧张哎，哦，我们这个残忍哦，这个残忍。永泰他们今天说出这一点，你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吗？我今天可能真的想要那个，想要赢，对，想要获胜，这是我的病啊，对，但我本来很想要像通常一样很快乐的互动，很轻松的，对，但好像对我的。以前的经验让我变成这样，但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。对，是，对，就是可能得失心太重了。对了，对了，对对对，就是一直想赢啊。而且永泰在这边他没有任何的争辩，他就说啊，对他今天回想说，今天一整天好像真的在胜负这个方面放得比较重，看太重了。是是是。那但是永泰，已经很肯定你哦，你是一个很棒的男孩，很棒，真的是很棒的人。那你有没有准备你的小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女主角？有，还是有，是不是？有带来吗？我有，是，有机会的话，这是我以前选手的时候用的手套。哦，是你用过的吗？可是你这个就是你最心爱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最喜欢的棒球的这个运动，你要把你最心爱的东西，你想要送给今天你心仪的这位女孩子。对，告诉我们她的名字。怡婷，怡婷。不知道怎么会走到，而且那看起来旧旧的。不，有用过吗？有使用过吗？就是旧旧的才感人啊！你把你从小到大，然后就是一起陪着你在。为什么要旧旧？旧旧就感人，洗一洗就是新的、啊。不是，就是旧的，我们觉得有。谁没交过男女朋友？不是啦。旧旧的感人，然后干爹的不感人。他不止手套，还有一颗球的。那你一定有一段话想要跟怡婷说。没有怕，我是一直都想要击球对决，但是对，但我没有办法让你觉得。我觉得我很喜欢你的击球对决，只是我觉得我们相处的当下我没有太多的火花的感觉，对，所以不是你不好。那我觉得今天这个礼物，我觉得我很感动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把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分享给我。所以我觉得，就这份情谊，我觉得很大，然后我也很感动，谢谢。嗯，谢谢。我下次希望可以更好的东西送给你。好，加油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因为今天的这个行程已经都结束了。那最后的这个流程呢，就是我们要让永泰先回到台北，不是回日本吗？没有，没那么残忍。对，日本要先订班机，好不好？对对，而且那个经费上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经费。啊，台北的高铁票还 OK。我永泰要是今天都是这么幽默，我觉得你就不会被淘汰了。对啊，而且他还想带我们一张机票回日本。因为大家觉得很残忍，对不对？是还是差点要送，对，我们要送你回日本，是，好不好？你要把你平常我们在综艺节目碰到的那个幽默感再重新拿出来，对待女生的时候，有时候不要太严肃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来，接受大家的拥抱。I don't like it. 我的室友，谢谢大家，我要回国，我要回去台北。
好，希望下一次在另外一个场合也可以跟你重新见面，重新开始，好吗？好，没问题。这样，再见了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那经过这一天呢，大家可以慢慢的感受到呢，其实如果你在游戏的过程之中，除了互动之外呢，你看每天晚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行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五位其实不会影响到你们的信心，放在心里，明天再接再厉就好，好不好？因为呢，爱情的路呢是没有再停歇的，明天一大早起来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，对，是新的一天，是，好不好？继续加油，战斗，加油！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刚刚有回想，是不是我互动不够多，或是没有帮他那么多？我记得我回饭店的时候，我一直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。那今天有点太想要玩游戏赢这件事情，对。可惜的一点是还没有跟怡婷组过一对。我现在只想要保怡婷肯定。你亏的爱情干嘛掉？你当然是在讲啥啥话哈？